奥兰未果，慢点，走，弧顶的一记，目前比分7-2。第一个主场，第一场比赛，其实多多少少大家心里边还是有压力，有这个主场的这个包袱，想赢怕输的这个思想。哎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！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！哎，你换个大东西，换个大东西。调整调整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好的。漂亮。刘辉毅就是个蓝领，而且表现得非常的顽强。他的进攻和篮板和防守都比较有侵略性。昨天讲的打这边啊，打这边。这边给到张宁，这边给到张宁，打内线，哎，打内线，哎 ，easy。罚呀罚呀罚呀，中线超给了外线，又是三分的机会，三分的机会，换人换人换人，好灵好灵，换人摸摸龙，哎，黄队请求换人，我们到五分钟之内，你们就我就喊换人啊，五分钟马上就换啊，好，准备打一打一，知道怎么打吗？来了，来活。这题中线超，传到内线没有机会，刘恒毅给到外边，孙晨俊又传到中线超，漂亮，两分拿下，11-7。张宁突内线的跳投，没事没事，防守防守，脚步有点慌啊，孙晨俊，孙晨俊三分命中，14-7。张宁 ，easy， 23号张宁，张宁打二，搁这边打，在这边打好，你左手往突破传球好。在我看来，他们那边只有一个张宁，剩下的感觉还是我们那边厉害。换，来，我们换人。防守很好，他一直用右手，所以你就记，可是你防守的很好很好。这 team 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阵容，一直用三个人换是比较好，因为当你要换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队的默契就会变，那我可能就三个人都一起换。
上来就是一记三分，隔筐而出，张宁抢到篮板，篮板抢到内线。刚才郭宏毅是很可惜啊，场上的两米以上的球员，所以刚才的那一球应该是无效的。其实我们这下规则不过分，你看我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很大的影响啊。是 J Team 的球权，王哲平上进，面对郭宏毅。哎，谁防王哲平？王哲平一会儿谁防？你防。现在比分还是16-9。张宁，哎，别犯规啊，张宁，穿过。哎，篮板，给到底线。来，篮板。篮板还是被 J Team 抢到，杨鑫。篮板。外线的三分没能投中。换人。上。龙骑士请求换人。打的有点死，张宁。等一会儿，就是你打一号，你就可以再耐心一点，不用直接打他，再耐心一点，然后看机会。龙骑士也是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阵容，黄子恒、祝明镇，还有我们的孙思瑶。王真平，杨鑫，三秒钟，篮板，再抢没抢着，孙思瑶，这球还抢不着啊！杨鑫，五秒钟的时间，强行出手，时间线到。哎，打三，你们可以都换，你跟他们讲都换防守。小柱上中间打三，你上中间，孙思瑶打三，你给他背掩护，看看能不能打出来啊，小兵啊，看执行力怎么样。祝明镇给到黄子恒，出来，孙思瑶，底线的黄子恒，追时间，黄子恒，投篮，追时间，一秒钟，孙思瑶已经懵了，走三，他给谁掩护去了？干嘛呢？梦想准备，梦想出来了，我用我那两个人换孙思瑶啊，把中锋战术记住了。要面对孙思瑶，换人。孙思瑶抢到篮板，因为孙思瑶是两米以上的球员，所以他不能在禁区里面投篮。Don't look at him like that. 哎，他这个表现，等一会儿再换的。他还行，他好像调整也还行。成功抢断，夏浩然给到祝明镇，孙思瑶外线三分，哎，孙思瑶外线三分。